这个是346蒸汽火车，它叫蒸汽汽车，好奇怪哦。蒸汽汽车。蒸汽机车，蒸汽机车，它叫蒸汽汽车。为什么它叫蒸汽机车？我也不知道，它就这样的叫啊。它，我们也可以叫它蒸汽火车。走，我们往前走，这里往前看还有什么蒸汽火车头。哇，这个是604蒸汽火车啊，604蒸汽火车，这里有写，弟弟过来看，604蒸汽火车，这是日本做的哦。你看这个，有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这个是364蒸汽火车。那个会走吗？他目前他不会走，他是给人家看而已，因为他现在他老了，他在这边休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老了、啊。老了不会动了，他在这边休息给人家看啊。什么？他就动不了来了。你要摸他轮子干嘛？来，过来看这个，这个是326蒸汽火车。为什么？他就叫326蒸汽火车啊。来，这里有更老的火车哦，你看一下，这里是乳牛火车，很像乳牛的火车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锅炉啊，这个是火车的锅炉，这是346蒸汽火车锅炉。那这个是801柴油机车，这是801柴油机车，是不是很像乳牛？你看它的图案是不是很像乳牛？对啊，这里都住了很多很老的火车哦，它在这边休息。那这个蒸汽火车叫什么名字？346蒸汽火车锅炉。我说那个、啊。对啊，它叫346蒸汽火车锅炉啊。为什么它的烟囱只有一个，都没有？很多个，哎呀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它长得好奇怪啊、哦。嗯。好了，好了，往前看看有没有东西。走，往前看，这里应该还有东西吧？这里都是车厢而已，弟弟，这里是车厢。为什么这里车厢？前面也有火车。对啊，这里没有了。好了，走了。走了，这里没有了。我不要走。